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相信小伙伴们一定去过博物馆吧，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特色，而博物馆的门票更是博物馆的一张明信片，因此设计的也是非常精心，非常有特色。有很多人就是专程为了收集不同博物馆门票而参观博物馆的。不过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能吃的博物馆门票呢？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见识一下。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有这样一个巧克力博物馆，里面展出的雕塑工艺品全部是用巧克力做成的，全部可以食用，就连门票也不例外。参观的人来到这里需要花60元买门票，这个门票是用巧克力做成的，用它刷卡通过扫描仪之后便可以拆开食用了。据说它的味道也是十分香醇的。巧克力博物馆建在一个比较低调的大楼里，因此不是很好找。大多数游客来这里都是靠鼻子闻巧克力的香味指路的。博物馆很小，几分钟就可以在里面逛个遍。不过里面的巧克力雕塑的数量却非常多，造型也十分精美，有卡通人物、火车铁轨、埃菲尔铁塔、宗教教堂等等，总有一款可以激发你对巧克力的兴趣。来巧克力博物馆不仅可以欣赏各式各样的巧克力雕塑，还可以在巧克力课堂里学习一些关于西班牙巧克力的历史，学习自己动手制作巧克力。因此每天都会有很多孩子来到这里，对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博物馆这么简单，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巧克力王国。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